六横四竖，说白了，六横是什么？逢是指的逢敌，别人进来找事，给他反回去。敌是环绕，敌合，防护好。六横四竖真的是六个方形，哪六个方向？上边、下边、前边、后边、左边、右边是六个方向。哎，这叫六横四竖，是十分六横往外分。哎，六这个六横是横，在六在四分呢是敌，敌是指的敌合。哎，放到边上变成近。但这个招式是怎么练的？是从这个拉一开始。第一个动作是转腰，你看转腰这个手整个都要旋转，咦，这是整个都要旋转。第二个动作是往下捋，哎，下捋过来，你看往哪捋，重心都往哪转，然后往上腾，哎，然后松胯，你看松胯，往斜前方推出，推出去之后再收下来，啊，这叫六横四竖。